糖豆广场舞。
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，十三二三，十四二三，十五二三，十六二三，十七二三，十八二三。好，背面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九二三，十二三，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，十三二三，十四二三，十五二三，十六二三，十七二三，十八二三。好，第一组详解啊，首先是这个地方开场动作打平，然后这个要板着身体啊，腰给点这个姿态啊，平着滑出去，握手，这个下面就这个地方要架起来，用虎口贴着大腿，然后再打平以后，这边也是虎口贴着大腿，这边上步的时候，这个掌心朝外啊，先是提起来以后，掌心朝外，从脸庞滑落啊，是这样子，看，用左脚往右边交叉，掌心朝外贴过来，再来一个啊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打开，这个同样的是这个虎口贴大腿架的，然后这个上一步是往正前方上的，这个左脚抱正前方上一步啊，不是在旁边啊，正前方上一步，留头啊，一直留头，然后做完以后切换重心到前面来，就是一个蹲起的动作，把重心切换到前面，然后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啊给腰，这个有多远够多远啊，伸拉伸，做两个啊，然后走，又是一个流头，这一直在流头，然后迈过来，反方向一样的，这个胸腰看到没有，动这样子动出去，有一种延伸啊，这个身体胸全要给，这边也是的，是这样的一个姿态过来的，然后又是一个流头啊，这边是往这边的话，刚才做过了，我们做这一套动搭搭，往这边同样的流头，往哪边走的时候，第一步是这个姿态，手是这样的，稍微有一点压腕，然后旁迈，旁迈这个脚跨出去以后，你看这个鞋头对着这边，然后这个腿交叉过来，然后移过来就可以了啊，一定要注意留头转，留着，一直留着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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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退过来以后上步，退过来以后要上一步做这个十七打搭，十八打搭啊，这里头退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步伐有点大，那么你上一步的时候调整过来，调整到中心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组动作，第二组动作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
九、二、十、二、三、十一、二、三、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十三、二、三。好，背面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、五、二、三、六、二、三、七、二、三、八、二、三、九、二、十、二、三、十一、二、三、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十三、二、三。好，第二组详解是怎么来的？这个手是抱臂的，往下一丢，掌心这样翻过来，然后到头顶抱个圆，是掌心朝下的，一，然后抱圆就可以了。来，一、二，从旁边扫到前面来，正好是一个抱的姿态。一、二、三，是这样转过来的。二、二、三，然后整理步伐。三、二、三，往哪边走就往哪边倒。四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套。一，把后面的腿拿上来。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，这个腿在下面是往前扫，正好转过来，再往前扫，再转过来就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，全程就这一个动作，稍微难一点，其他都很简单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一、二，没有三，这个地方开始十、二、三，十、一、二、三，这边啊，点点腰，这胳膊加起来，这地方是多了两拍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等于是五拍，这个一、二、三回来的啊。同样的这个动作呢，还会出现第二次，就是在间奏之前，在间奏之前它是这样的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个地方是一、二、三，原来是从这个地方转身是一、二的啊，是九、二、三、十、二、三，区别不同的是，前面第一次的时候没有间奏之前的时候哈，它是九、二、十、二、三、十一、二、三，是这样的，然后这边它就是五拍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。然后一二三，那么间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间奏之前就同样的这一组动作，它还要再跳一遍。这个地方的转身就变了，它就是九二三，刚才是九二的，现在就变成九二三了，然后才十二三，十一二三，这转身变了，变成一二三三，啊，多了一拍，原来是多两拍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。二三接间奏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好，好，我们下来来间奏，也就是第三组动作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。八二三，九二三，十二三，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。好，背面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。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
十二三，十一二三，十二二三。好，第三组详解。这边走的时候，往哪边走，头就往哪边倒，和前面的动作是一样的。这个动作是我们全程整个舞蹈的一个衔接动作，也是一个调整步伐啊。当上一个动作有点激烈的时候，我们下一个动作就做一个这样的调整步伐，很好啊。首先这个地方先是右左，直接翻到后面来，又是右，又是左。这个时候往正后方啊，来两个，又转到前面来。好，下面重点到了，这里就有一个走了一个日子，日月的日，方木啊。先出的右脚，右左，右左右左，左右左右左右。先上的右脚，然后并过来，并到左脚，然后推右脚，并到中间来。这个时候出左脚，左右左右左右，再来一遍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走了一个这样的路线啊，先是到这儿，然后到这边来，然后退到后面，又并到中间，重新回到起点出发，并着左腿先走，并到右边来，然后右腿退，再并到左边来，就回到了起点啊。我们再来一遍，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让学员学的时候一开始有点乱，但是很快啊就找到感觉了。先出右脚，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左右就可以了，多练习练习就会好的。好，还有不太明白的，我们回头直播再讲。明晚，我们会直播。啊，所有的动作一共就三组，非常简单的一支慢三舞蹈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和聆听。身上